那老师阿宽，我是阿宽。好，好，今天是就是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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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痛，很久没拍的一个系列，就是噔噔噔噔，冰魔方，对，这个就是纯粹我姐，这颗叫好像变形。就是变形金刚魔方吧，我不知道它就是什么，还是什么变，反正就是奇葩的名字。对，然后它其实就是一颗，就是形状很奇葩的三乘三，奇葩到一个你根本认不出来它是三乘三的三乘三。对，就是这么奇葩。然后呢，我花了2天的时间把这个学起来了，然后呢，就在刚刚我第一次把它成功解出来了，哈哈。所以可能很烂，没有。然后大哥就是叫我拍这个，就是拍一个我把这颗解好的那个什么影片。对，很烂很烂，不要那个给我。好，来，那就直接快速打乱。嘿 ，OK，那我们就直接开解喽。结好了，终于结好了。OK，那所以这是我的第二次卷这颗，哦，第二次。好，我解了多久啊？我可能会超过四倍呢，超过4倍速。没关系，那就这样，我就照我大概可以尽量在短一点的时间内把它播完。OK，好，那这部影片这边结束哦。这是转这个变形的魔方，好，就这么结束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给它点下去，全部给它点下去，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。想看我拍什么东西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好友。那这部影片结束了，拜拜。